韩国国医最权威的脊椎病治疗专家申俊石院长将于11月7日亲临纽约法拉盛演讲和现场义诊。他创办的自生疗法不用动手术，以加强脊椎自愈能力为根本，迄今已治愈100多万脊椎病患者，成功率达95%。百闻不如一见，千万不要错过！11月7日，在纽约法拉盛飞跃皇后牡丹厅。